童星出身的陈子强暌违三年再度演出戏剧《七七四十九天》，而在剧情中由蓝伟华经营的咖啡厅遇到算命留言攻击，对此演员们也被询问到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算命攻击时是如何去面对的。对此陈子强相当有感的表示，因为自己很久没有作品，常常会被大蒜已经过气了，他则会以此为动力努力自我成长，并要求要超越自己，还会去做公益或是靠画画来转移注意力。此外，蓝伟华也表示，观众难免会随剧情起伏，如果可以借由留言攻击让自己舒服一点，他就会当作是在帮人纾压，轻松看待就好。Bye.